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 没法看弹幕，我看别人的弹幕更难受。怎么这直播环境这么差呢？你是难呐！打个白金零杠二，那每把本来它就不一样，零杠二就零杠二呗。啥水平也不是不知道，就在那开始放屁，也就白金的水平了，那打上钻石也是混上去的。傻逼！会说两句话，真是把自己当人了，我发现。莉莉亚打野。这波兵就卡着得了。我把这个炮车经验吃了吧，吃完我们回家。没办法，他卡的让他卡吧。先来个耀光。没丢多少经验，还行。他们带传送啊，就每一回我把人杀完了以后，这兵线都会卡在这个位置，然后正好是打野来的时候，我感觉我每次杀人的时机都不太好。每次都是这个样子。虽然拿到了300块，但是我们丢了很多经验。아군이당했습니다통통통통통扣一下 ，EAW。好创。哎呀！他有个饼干，哎呀，我操！哎呀，这怎么薛威是有点放松警惕了，这波比较赖这个杰。给单杀了就不好杀了这玩意儿了。薛威好好跟他玩一下，这奥恩其实不厉害，他 QW 都放不中。
实在是没得办法，这小鹿他妈升六，你找应该是找不到。哎呦，找到了，漂亮！这打野升级是真快，他刚才五级，我们能把那奥恩杀了。这打野升级升的太快了，他第一个蓝打完以后，第二个蓝刚刷他就升到六级。回家来个红宝石。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别他妈叫我猴哥，我不是你猴哥。别叫我猴哥。104护甲。真硬啊！薛微有点着急了，不行，这么急跟他们打。奥恩一会儿打不动了，还得慢慢打。저기학살중입니다。老差一丝儿血，谁能受得了？闪走吧，慢慢来吧，难受点就难受点吧，没招儿。你破混子就是硬，没办法。
不推了，每波都亏。처치했습니다스펙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你他妈跟谁俩打的呀？啊？你是跟我在打的吗？确实，你能打得过我？哎，不应该呀，这怎么能没打过呢？我都服了。又差一身血。哎，好烦啊，特别烦。这边杀了三项了。塔皮吃两层，起飞了。不打了。那你都快来呀！没有大，哎呀，真鸡巴生气！我生气的倒不是我爆炸了，我生气的是我他妈压个傻逼压塔底下，我操了，真的！回家吧。奥文是下去了吗？啊，吃波线。算了，不拆了。其实拆也可以试试，下波我们三项试试能不能杀他。很难玩啊！完了，我塔没了。谢谢你帮我卡边线，我知道这把该出什么装备了。我们现在急需一个鞋，
결정이다. 그게 전부야? 제압되었습니다. 아군을 향했습니다.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 这波就在这回城，那小路敢过来，我们得把他杀了。可以要峡谷，能打，能打。这团战我想想怎么打啊？谁打？5打5现在能赢，因为是中期，再往后拖一拖不太好赢了就。随时来。加血加血加血，漂亮。奥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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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来了。不着急上啊，杰克旁边。嘿，刚这波打得不错，马上11级，还能打，打肯定是能打。我们中期打团比较厉害，这阵容打中期伤害都够。没事，他打不了。不行，其实给了也可以。漂亮。nice 啊，可以杀可以杀小黄毛，没死了。上个奥恩不杀了，这不打回来了吗？这龙拿了完事还四个人头，我们这边零换啊，一换四。其实如果大龙能拿下来，直接就拿下了，因为对面心态崩了。河蟹能不能打一个？对面这阵容都打后期的，等那小鹿出来杀鹿，等那小黄毛出来清雨，等奥恩又起来就完事儿了。他们前期跟我们打团打不过。我就没玩好，玩好更好打。我着急了。再推一波。
现在就差中塔没拔，把中塔一拔就好打了。1000块钱，1000块钱不出装备，不行啊！等我有闪可以开一个。哎呦我操！左边还有个眼儿，我天！我没想到他们家左边那地方还能有个眼儿，我寻一个眼儿在右边就得了呗，还两个眼儿，小带一波节奏啊！那刚才要是装备好行，这把装备不好，刚才装备好他们直接就炸了。这波交技能可能有点多，可以把对面中塔拔了，我们家这波团就能赢。很烦，这没开打没血了呀！哎，我操！不行，不要了吧，兄弟们，拉倒吧，我没有血了。不行啊，这我得过去。我那假猴一瞬间就死了，根本没法上。哇！这个破可太狠给了吧，算了吧，我闪还没交呢，挺好，下边找着机会。下边团战不好打了，对面沙漏有点多了，我们只能去杀 EZ。刚才这波团战就是因为中塔没拔掉，中塔要是拔掉了，我就可以从后边绕。
他们家的位置就会很不好，这中塔一直不拔太难受了，赶紧把中塔拔了。哎我操，拔不掉中塔赢不了。锤石可太烦人了，有没有扫？操，漂亮艾克这个打扮的，哎呦，我天，这烈士局团战可太难打了。中路掉了，好打了。中路一掉没兵线就好打，对面就怕有兵线，有兵线他们就能守得住。这金克斯其实应该出个影魔刀，他把影魔刀出了，现在比出个绿叉好。他还要出绿叉，他只要被那泽拉斯尿死不了就行。上去了，他们跟不上。杰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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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没在啊，杰没在。只能靠艾克抢，别被勾。漂亮！哎呀，这大放！拖住，拖住！
奥恩死了，可以拖住拖住拖住，别怕死，给我杀，别怕死，别怕死，别怕死，基地没了，快快快快快快快上快上，别怕死别怕死，往上杀 ，A 死了，没事死死了，问题不大，死就死了，基地爆炸，拿下。完了，这波打野上头了，上什么头？上头，游戏结束。